理想很骨感，现实很丰满，胖姐李湘被提成女神御麻瓣。我准备2016年瘦身。郭采洁被老板宋青青自称鸡姐，其实就是比较搞怪一点。张欣叫兰花指信手拈来，对感情戏很头大。你爱我，我爱你的心动。汨罗大哥轻生和胡歌王凯谈钱不伤感情。需要了解福建男人吗？福建男人。张女婿在家没地位，邓超不服，现场手撕娘娘。大家好，欢迎来到由玻璃区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我是蜗牛。大家好，我是小泽金泽源。是，大家在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记得要参与到我们的微信互动环节，那就是微信摇电视了，这样可以把礼物带回家咯。是的，本周呢我为大家准备的礼物呢，就有这个传说中的电影老炮，以及这个分手再说我爱你。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邓超和孙俪主演的搞笑电影恶棍天使的全国兑换码送给大家。是的，说我们的恶棍天使呢，我们的邓超和孙俪夫妇也有一个全新的组合名，那就是超厉害夫妻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更厉害的一些女明星们吧。女明星不好当，李湘被P图过度遇麻烦。在美图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照片就是照片，网络上的各路美少女那种神乎其神的 PS 技术早已被网友吐槽了个遍。而著名节目主持人李湘最近也因为 P 图过度惹上麻烦了，网友纷纷爆红，李湘怎么忽胖忽瘦的？到底是 P 图过度还是拍摄角度？各种缘由小编来带您一一揭秘。其实呢，对于拍完照需要修图这件事情呢，女星们也是持有不同的态度。前段时间在热播剧《伪装者》中饰演毒蝎美女汪曼春的王鸥，就是随性拍的代表了。那么她拍完照片会修图吗？会美一下，但是我也不太在意自己的表情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的经纪人特别在意。看来有个靠谱的经纪人也是蛮重要的。那神经大条的王鸥能否看出湘姐这两张照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肯定是角度啊，她那边是侧脸。哦，他侧的，对，他侧的拍过去肯定算就是长嘛，然后正面，而且他卡了脚了，就没有脚那个短。看来呢，神经大条的王鸥认为湘姐是因为拍摄角度问题所以显胖。那么我们来问一问小魔女吴莫愁对此事的看法。首先呢，小默默，你拍完照片会修图吗？必须修图，我专业修图30年，20多年。好，既然专注修图18年，那么你就来评价一下湘姐这两张照片是咋回事吧。没什么问题。对，然后我跟湘姐也有机会见到过，然后一块在迪士尼乐园玩，我觉得湘姐非常漂亮。哎呦，真是个鬼灵精呀，真是不得罪人呢。而老牌美女周海媚平时呢也定是拍片无数了，她会修图吗？我不希望修图修到没有眼袋啊，没事。那胖瘦上有什么区别？你看我现在也没有很胖，所以我觉得胖瘦对我来说的影响。胖瘦对于传媒姐姐的影响是不大，可是这话着实是伤害了我们的李湘姐姐了。作为人生赢家的湘姐，身材问题恐怕是她最头疼的事情了。昨天同样亮相某时尚活动的她，又是一身长礼服，虽然都是遮腰款式，但是呢似乎还是丰满了一些。面对这两张迥然不同的照片，湘姐坦然解释道：节目的官方微博的小朋友们就很 nice， 然后帮我把它贴了。很瘦啊，然后很修长，所以我挺感谢他们的，真的特别感谢。除了该节目官方微博转发了两张不一样的照片以外呢，李湘自己也是发了这两张照片，还配上文字减肥前减肥后。请问湘姐，你这是在自黑吗？媒体也是会给我一些压力，然后包括我的妈妈也会给我一些压力，说啊，你是不是应该该减点了，怎么2016年瘦身了。对，是不是有时候自己有计划？其实我是挺容易瘦的啊，只要我想，然后运动少吃，我觉得瘦个10几斤、20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什么匿名？好嘞，湘姐，我们拭目以待。女明星不好当，黄小琥被黄子佼质疑太老。在这娱乐圈呢，女明星好像要比男明星难过许多。像李湘这等人气和地位的女主持人呢，都被人嫌弃胖。而像黄小琥这样的乐坛灭绝师太级别的人物，竟然在自己的新专辑发布会上被频频说老。你们这年纪，这老年人还会过这一代节目？喂。挺好奇的，就是我们年轻人特别喜欢过耶诞节，洋气呀、啊！你们这年纪的人还会过耶诞节吗？还是要过。原来是黄子佼如此胆大妄为呀、啊！那我们的媒体记者呢，也战战兢兢地问问，被这么亏老会不会不爽呢？就不懂为什么你们会一直很介意老这个词。对我来说，老才是好的，老是宝，没有这些老的，哪里来这些年轻的？
女明星不好当，郭采洁被老板送金鸡自称鸡姐。正如黄小琥所言呢，没有老的哪来年轻的呢？却不能同一公司的年轻偶像歌手郭采洁就紧随老大姐的脚步，也在京召开了发片记者会。在发布会上，唱片公司老板送上金鸡，寓意郭采洁在乐坛金鸡独立。而郭采洁也给自己取了个外号，就叫鸡姐。她给歌手外号叫鸡姐，对，其实就是比较搞怪一点。好好的一个乖乖小美女形象，怎么现在感觉要转型成为街边手持菜刀的都市传说了呢？哎，我说这绰号到底从何而来呢？因为主要是我平时小名就是不是小名，我的绰号其实就是 Birdie， 对，所以导演就沿用了这样子的一个绰号。小天点评，取绰号要谨慎呀。那边总给报道。哎，汪九哥，听说了一个消息，估计你要这个坐不住了，你知道吗？有一部新的电视剧要开拍，名字叫做《如果蜗牛有爱情》。哎呦，不错，光听这个名字，觉得这部剧就是应该要找我去当男主角，为我量身定做的这个剧啊，对不对？可惜喽，人家已经定了这个主演王凯，凯凯王。哎，我觉得制片方可以考虑一下。其实呢，从各方面来讲呢，我跟凯凯王其实这个型啊都差不多，也可以考虑让我去演呀、啊。哎，汪九哥，你在搞笑吗？啊、你有人家好吗？你说你的手有人家好看吗？我的、哎、个子有人家高吗？然后最主要就是人家自学非常好看，你的自学的好看吗？你看小青，你也不用说我这么多的缺点嘛，一直这样子贬低我，我无非就是想演一个角色而已啊，不用这样吧？蜗牛哥，你忘了这个娱乐圈里的男明星们都是存在比较的，对不对？男明星，明星。哦，那说到明星的话，那的的确确是可以做一个比较。老九门探班大比平时，感情戏演技内加强。昨天的电视剧《老九门》在横店开放媒体探班，赵丽颖西装礼貌加身，帅气难挡，与男神陈伟霆互飙演技，颜值颇高的两人同框，画面美好的不要不要的。自蜀山战绩情缘，陈伟霆与赵丽颖一路火花不断，而此次在电视剧《老九门》中再度合作，更是让一众围观小伙伴期待满满。不知道此次两人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是当然了，因为我摸起了嘛，你要现在有那个特别甜蜜的，当然了，我是不能说，因为本来就不多，我要说出来就是没意思了。赵丽颖和陈伟霆拍摄感情戏嘛，可谓是游刃有余。而戏中的另外一位主演张艺兴却对感情戏一个头两个大了。有没有很难入戏的？有，就是你爱我，我爱你的情感戏。那具体难度？就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这个情感，然后字正腔圆，然后还得把那个台词说明白，跟他说，还要表达情绪也得表达明白，说一些我们从来不说的这些表达的东西嘛。那最后表达明白了吗？我觉得没怎么难，但导演是说过。虽然在演绎感情戏上，张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戏中唱戏人的角色，对于歌手出身的张艺兴来说，却是信手拈来。尽管当天张艺兴因为感冒不能现场亮嗓，但这兰花指翘的还真是有模有样呢。你是之前有去学吗？有学，我小时候有学过三个月的低语。所以就这个时光。哎，但是很巧的就是，哎，这个冥冥之中啊，还是有点那什么的。你看啊，我小时候学的那个京剧，我学京剧嘛，想学京剧，但是呢，学京剧的那个老师他是唱旦角，因为是旦角，是那个兰花指，所以这个手这样贴着，然后这样转一下就是起范，然后再往这里走过来一压，就开始唱。老九门探班大比拼之煮饺子厨艺哪家强？老九门媒体探班当日正值冬至时节，北方的冬至习俗是要吃饺子，而似乎是为了贯彻这一习俗，老九门剧组贴心的在片场支起了大锅，俨然一副准备现场煮饺子架势。几位主创们也都纷纷围绕着锅台忙活开了。只是煮饺子可是大有学问呢、啊，我们先来看看这位呆萌暖心的小绵羊张艺兴的厨艺究竟如何吧。煮的，你们煮的，我煮。这些没有跟我沟通过，但是他说我煮。那我当然如果有器具啊、工具啊，我愿意煮。自己会做饭吗？哦，会，因为很闲的时候。做饭大概做什么样的？做长沙菜和西餐嘛，比较多。哦，这么厉害。啊，不是很厉害了啊。不是很厉害的小绵羊张艺兴可真是有两把刷子，听说这还是跟黄磊偷过师的。相比之下，大师兄陈伟霆嘛，那厨艺小编我也就不多说了。喜欢吃饺子吗？我很喜欢。你会煮吗？我不会啊，但
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韭菜猪肉饺。我平常你要看十二道风味吗？对啊，非常不行。定期试货陈瑞宁大方承认对厨艺一窍不通，但一旁的赵丽颖对自己煮饺子的功力可是深信不疑。只是呢，面对记者的常识性提问，赵丽颖瞬间呆住了。煮饺子，煮饺子很贵的。饺子，把饺子叮叮叮，我从来没有煮饺子见过三次水啊！小编点评：能吃会做的吃货才是顶级吃货。乐天综合报道。今天听到一个消息，那就是韩国的人气男星李钟硕准备要到中国来拍电视剧了，那就是《翡翠恋人》。这部《翡翠恋人》号称是之前的《克拉恋人》的第二部了。哦，说起《克拉恋人》呢，我觉得大家一定会非常的熟悉，就是由瑞和唐嫣主演的。但当初播出之后呢，并没有受到这个如期的效果，而且瑞也并没有凭借这一部电视剧在中国圈粉无数，成为比较火的男明星。所以呢，很多喜欢李钟硕的粉丝就给担心，哎呦，会不会也出现跟之前瑞相同的一个情况呢？很多女粉丝都已经哭晕在厕所，哎呀，能不能不要演这部电视剧呢？但我觉得作为这个钟硕的粉丝，一定要相信他，也许男神会创造另外一个奇迹呢。对，大家不要这么悲观，不要消极，是不是？是的。好，刚才我们就聊到了韩国的人气男星，接下来我们看看中国的人气男星吧。昨天在小伙伴们团圆过冬至的时候，娱乐圈著名老干部靳东也来到厦门，带你去见他的录制现场，和粉丝共度自己的40岁生日。现场粉丝们齐齐为偶像送上生日祝福，可把咱老干部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呀！即将过去的2005年，对于靳哥哥来说可谓是丰收年，不单凭借了2部热播剧人气飙升，名家三兄弟更是成为了年度头号霸屏组合。而对于胡歌、王凯两位弟弟，这声靳东大哥也绝对不是白叫的。小编也好想有位这样的哥哥呀。不过呢，俗话说得好，谈钱伤感情呀。这不刚夸下的海口，弟弟们都还没有接收到呢，明楼大哥就立马反悔了。我说这个王凯来给你借钱，随便借。小编点名：正在计算胡歌、王凯的心理阴影面积。俗话说啊，常在片场飘，哪能不受伤？无论是真秀还是排戏，在明星们攒人气的同时，受伤挂彩也是家常便饭。昨天在北京举办的2015腾讯娱乐白皮书的红毯上，现场捧场的几位明星个个带伤上阵，比如大海牛李晨，签名时呢右手无名指上依旧打着绷带。而最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无疑就是红毯压轴环节，白百合在黄晓明的搀扶下不缺一拐出场了。要知道呢，2天前在电影《老炮》的红毯上，白百合还是挽着羽泉两人的胳膊飞奔在首映式上，这才过了几天，怎么一下就拄着拐杖出来了呢？昨天彩排那个台口有一个误差没有看到。对，昨天他跟我说，我说您工作怎么办，他说还是得坚持啊哥，答应了都会去。对啊，前天工作中的一个不小心导致了白百合左小腿轻微骨折，在拐杖搀扶以及黄教主的照顾下，白百合才艰难地走完红毯。而在当天的活动中，黄晓明也多次搀扶白百合上台领奖下台休息。看到此情此景，李晨也开玩笑地表示，大家关系如此亲密都是这骨折给闹的。就是我们仨今天还有点不解的渊源，因为我们三个都是同一个医生同一个医院看的病。小编匿名，这是病友之间的相互鼓励嘛。昨天电视剧《锦绣未央》在横店举行发布会，主演唐嫣、罗晋、吴建豪等悉数亮相。自唐嫣以《仙剑三》紫萱一角出道并被大家熟知后，所有的角色以及形象定位都被观众贴上了傻白甜的标签。此次独挑大梁出演剧中李未央这样一个大跨度的女性角色，看来唐唐是要努力摆脱傻白甜的标签了呀。因为其实从今天的海报也好，我的穿着也好，其实大家都能够看出来已经不是一个所谓的傻白甜。那至于是不是傻白甜，我希望能够留一点悬念给大家，在这篇播出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大家多多期待一下。不过呢，在唐嫣努力求变的路上，陪伴她的却依然是老搭档。此次呢，唐嫣和罗晋迎来了四度合作，只是呢，以往总是苦吹唐嫣的罗晋，这回却被唐嫣下跪行礼，真是有种翻身做主人的感觉呀。看到现在我经常向霍华德下跪，为什么会下跪？因为他是殿下。就是他现在突然跪了，我突然有翻身努力挽回场面。
昨天电影《恶棍天使》在上海举行首映会，导演邓超、俞白眉携主演孙俪、戴乐乐、梁超等亮相现场。邓超一出场呢，就化身人肉点唱机，现场串烧多首经典歌曲，现场的气氛一度高涨。为了宣传新电影，作为导演兼主演的邓超可是煞费苦心，早在21号的北京首映上，跑男家族就全员到齐为其宣传。而这会儿来到上海，超厉害夫妇更现场撕起了名牌。我今天就当着全上海的面，超哥，你被娘娘一把撕下名牌的感觉是不是爽爆了呀？要说娘娘之所以有如此惊人的爆发力，可都来源于心中对老公深深的怨气呀。他昨天晚上让我们做到1点，今天早上6点就让我起床，然后让我改内衣，然后一路催到你要表达什么？跟娘娘抱怨起来，邓超也赶忙大倒苦水，感叹自己在家没有经济地位。看来超哥在家地位不保一事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发一点奖金给我发一点，能不能平常身上超过500块钱？快单一张卡，是我真正以我名字命名的，不是卡。小妹点评：上海女婿真命苦呀！乐不丁总可报道。时尚教主陈乔恩现身服装，全年无休忙工作。张译、樱桃再度合作，两人大玩暧昧。陈乔喜欢了啊，但是我没有这个出手的机会。别走开，是精彩喽！好的，广告中呢继续回到由玻璃剧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我是蜗牛。大家好，我是小泽金泽源。其实呢，最近我还蛮心疼一位女明星的，就是我们的李冰冰。是的，她在国外生病之后呢，又回到国内接受治疗，这连续加起来有22天在发烧期，现在终于是康复了，也希望她能够保重身体啊。但说实话，这个年关将近啊，很多人都非常的忙碌。是，但是不管怎么忙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其实说到这个全年忙碌的人，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人，谁？陈乔恩。哎呦，太不容易了，看一下。要论起这娱乐圈的平平三娘，陈乔恩绝对是数得上号的。这不呢，前不久就有网友在网上晒出了陈乔恩2015年的行程，真可谓是全年无休。上周末，陈乔恩以代言人的身份空降福州，出席某品牌招商会。虽然活动当天气温只有3度，但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展示产品，陈乔恩依然以一身黑色抹胸长裙亮相，还真是敬业到不要不要的呢。由于档期问题，陈乔恩露面没多久就要离开，而临走前，他也不忘为大家送上新年的祝福。新的一年，大家都精精彩彩，璀璨亮丽。日前的电视剧《鸡毛飞上天》在浙江义乌举行开机发布会，主演张译、樱桃等悉数亮相。这部浙商大剧成就了张译与樱桃的二度合作。不知道在张译的心中，樱桃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呢？樱桃首先是一个善良睿智的女人，她还是一个好演员，所以我觉得她比我多了一个层次，她是一个好演员，我非常非常的很想喜欢她啊，但是我没有这个资格和机会。今日一路相伴助威的《芈月传》主创们，随着小咖秀笑咖大赏城市决赛来到了成都站。虽然当天的气温寒冷，但主创与现场的观众有台互动，让现场气氛瞬间升温。看到台下观众以及评审如此卖力，台上的选手也不敢怠慢，个个是出看家本领。小小这位宋丹丹相声演一半，突然就来了个剧情大反转。预知更多精彩赛事，请继续关注东南卫视娱乐天了。欢迎各位来到玻璃区娱乐显微镜的环节，答对问题呢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品。我们上期的正确答案呢就是邓超，恭喜以上的两位朋友可以获得的是玻璃区提供大礼包一份，以及吴克群的亲笔签名的专辑一张。好了，我们再看今天的娱乐显微镜的问题，问题就是呢，在煮饺子这个人是谁呢？如果大家知道答案的话，赶快通过微博和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回答正确呢就有机会可以获得玻璃区送出的大包，以及吴亦亲笔签名的最新的专辑啦。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啦，明天再见。